美食爆马仔带你吃好料，今天要带大家到石门地区寻找一家卖肉粽的始祖。那么这里的肉粽呢，琳琅满目，口味有多达十种，让你要吃什么就有什么，不怕不合口味哦。到北海岸游玩，不只是风景宜人，美景当前，当然也少不了美食的陪伴。在石门就有一家老字号肉粽店，热卖40年，口味也发展出五花八门的选择，成为石门地区另一个必游的景点。有空过来北海岸的时候就会来吃，算是北海岸这边的就是一个名产啊。美味的石门肉粽又有个别名叫做十八王公粽，是因为第一代老板是从十八王公庙旁边开始摆摊发迹。他们家的粽子之所以热卖，从粽子的米开始就一定要选来自花莲的圆糯米，要煮得好吃还得要快木桶来帮忙增加香味。煮好的糯米饭配上已经煮过的萝卜干和猪后腿肉等配料，就是北部肉粽的口味。就料好实在，肉都蛮大块的，香菇也很大，主要是它招牌粽算是北部的啊，所以还蛮 Q 的。喜欢南部粽的人也别担心，这里当然也有咯。用生米包入虾米、五花肉、花生和香菇，经过长时间水煮，就是口感软绵的南部粽。至于客家的贵粽，包入绞肉、萝卜干和虾米，口味外甜内咸，外皮超 Q 弹。想知道哪里还有好吃的特色肉粽吗？